谢谢。谢谢班长的辛劳了，我们再给他鼓掌，谢谢他。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因为我今天讲较细声小寡啦，因为我这几日啊，逐日拢有演讲吼，啊，即卖小寡收声啦吼，我本来咧讲话拢足大声，但是今天爱讲较细声咧。我等下高级班也有课，也阁有两点钟的课吼。好来，咱真恭喜啦吼，咱大家拢安尼会当转来到咱民政府吼，啊来这个做点招啦吼，啊有点招。就是表示你的名也够低的了吼，因为有的失联，啊有的迷路了。中间我们有很多那个，训练完以后又迷路了吼，啊去参加有的无的吼，啊这是要确实看，你点招就是确实看，你还健在吗？开玩笑一下吼，大家都来点招吼，今麦才是你唔在看我看我。我只听一个，我嘛险险要昏去啊！逐摆安那要昏去呢？若讲哦，马上要执政吼，我就逐摆都要昏去啊！因为啥？我无够人通排啦，嘿，真正无人啦，那4000个还袂够啊！阮建筑局、事务局拢单位很多要派啦，啊无人通派啦。无要紧，来言归正传，咱写是啥？TCC 是什么？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啊、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个 Civil 就是啥意思？民政哈、哦，民政府哈、哦，台湾民政府，这个民政府就要紧的，我这个民看无这个民哈、哦，因为。我昨昏去过去一位演讲吼，发现讲，大家拢惊，到尾听我讲讲来讲，原来就是安那，所以我要甲各位同心讲，你若出来讲吼，伊讲，你台湾民政府是安那，政府国民党唔敢甲你掠，我惊后尾唔敢，我拢惊到要死啊！啊，实在是讲，这个民政府，我们民政府无够咱呢，我们的上面是什么 ？USMG。美国军政府，那是一个所在，我今天也未写了。我昨昏有讲，去一个所在见面吼，一定要有两个单位出来，一项就是军事政府，一项就是民政府，吼、哦。啊，这个军事政府是战方，比如讲美军过来，这个军事政府是美军哦。啊，这个民政府咧是被占领方。来，请坐哦。我们是被占领方，哦啊，所以咱就是民政府。迄个，第二次大战以后，因中国来，中国有 China MG 哦，中国军政府，迄个是啥？警备总部，哦。啊，有民政府无？有啊，快无民政府。有民政府就是。单一所指的迄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但是迄个行政长官公署都爱什么人做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呢？啊，伊用伊啊，军事政府啊，伊啊，迄个民政府啊，伊违反国际法，哦，绝对违反国，哦，咱即摆就要知影，啊，咱今仔日的这个民政府。顶面还有一个美国军政府，哦，啊，这法律咱拢有读过。美国军政府的根据是对对来，旧金山合约第几条下来？23条，哦，写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哦，我今天要小可个复习一下，各位复习一下，我们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是到底怎么样？
啊，我咱也知影家己的地位是安那，啊，甲讲有诶。啊，我拄仔才先咧甲恁讲，即就是讲吼，诶，足侪人讲，诶，去参加民政府啊，都要叫我去死个，哦，叫用掠死，吼，安尼。啊，事实爱昨我甲计算讲，哦，原来是啊，所以昨我去演讲了，哦，过来十个人咧加入新闻证啊，吼，过来就讲啊，你免惊啦，对面有美国军政府咧保护，啊，事实就是有啦。啊，无那干那咱台湾民政府对面若无一个军政府。较侪嘛，就去死无够；较侪嘛，就去死无够。好、哦，台湾民政府哈、哦，来，啊，咱伫开幕仪式的内底，咱拢有唱三条歌嘛，哈、哦，哎、欸，第一条是什么歌啊？啊，临时国歌，啊，就是用出埃及记，圣经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这条歌做咱的临时国歌，啊，咱逐摆咧唱，逐摆咧唱吼，啊，拢也毋知影到底迄是咧唱啥意思。我今日翻译出来，吼，咱大家小知影了。咱逐摆仪式第一条咧唱，这是我们的国歌吼，啊，咱的国歌到今天未出来了吼。哦，我等下个讲咧，来先来知影讲，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的给了我这土地。给了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平原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这个很要紧哦，这个 run free， 就是每一个，你现在去看每一个国家，他的国家都是表示自由，要怎么自由。我用这个要给各位今天看，就是我们台湾人还没国家，您老亲朋戚友，哦，赶紧拜托您到这，免不是讲明仔载后日了，无这个年底明年初，现在咱都要用到国歌啊。啊，所以老许个慢慢来做，慢慢来做，吼、哦，慢慢啊。您老许好朋友音乐的吼、哦，啊拜托您做，吼、哦。啊，要做的我也得讲，只要免啥啊，好唱，啊免伤长，啊个根基的自由。哦 ，run free， 会当这个国家内底，阮有自由，会当安尼，大行拢迁徙的自由，什么的自由吼、哦，言论的自由，啥啥，哎，国家上重要，咧讲这个自由啦，哈、哦。来，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个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哈、哦。虽然都爱看什么看对阵，我嘛是为着这个土地，哦，好来，啊，第二条爱唱日本国歌，是安那较爱唱日本国歌？啊，欸，台湾这个土地是啥个？日本天皇的，就爱这个天皇来讲者，天皇迄个，唔是日本哦，日本政府哦是总经理俩，总经理无土地所有权证。第所有官政是天皇呀，那是当时就较有哦。日本政府是干那是迄个总经理呢，伊咧办代志。土地的所有者是天皇啦，吼、哦、啊，这个日本国歌短短啊，吼、哦、三十二字啦，吼、哦、32个字。但是吼、哦，伊伫1914吼到二次大战1945吼了，搞叫麦克阿瑟啊。啊！这条国歌讲未使唱呢，哦，安尼啊叫停去，停到当时呢，伊个1945停到诶，这几无几年前呢，1999才开始个日本才开始有国歌了，迄阵拢无有，拢伊都唔是国，你讲你唔是国啦，你是我占领的所在，啊，你是我占领的所在，啊，所以唱国歌，到1999才开始搁唱到今仔日啦，吼、哦，吼、哦、伊。19998月13日，他唱到今仔日了哈。啊，这拢总32个字，哦，起咪个要啊，哈，这32字了哈。啊，这日本国歌唔是全世界上帝的国歌啦，哦，32字呢也唔是上帝，你世界上帝的国歌来，谁来地写给恁？是倒位？啊？嘿，无就世界的国歌。啊，我有写字啊，我有写字啊，这是对，乌干达，
哦，乌干达啦，乌干达吼，伊个国家强个吼，25秒的料啊，哎，啊，我唔敢甲用出来，因为这这个国家特别啦吼，它有版权啦，你若甲唱个国家爱甲交税。哎，有影啊！伊就是全世界都这个国家乌干达，你个唱的歌伊有版权。啊，你哪个我哪个抄出来，当家个个爱两句啊！明仔载我都要去立钱，无立钱甲过嘞。我吼爱、哦、叫过，刚这个国家乌干达25秒的料啊！哎、欸，啊你哪等于领导吼？啊，你个拍乌干达入去，电脑个拍入去，乌干达国歌啊，甲起了，伊就唱我咧听。嘿，当初哩唱免钱啦哈！哎、哦，当初哩唱免钱啦哈！哦好来，啊，个第三条爱唱美国国歌了吼，啊，美国国歌，吼、哦，迄种英语啊，无啥啥吼，嘛、哦、来，美国国歌是伫，迄、那个美国咧对抗英国的时阵，也未独立无，也个对抗的时阵所做一条国歌，一条歌，用一条歌来做美国国歌，啊，所以那个情景是还在和英国打仗的时候，哦，那时候还和英国打仗的时候，啊，所以你要看一些。哦，你可看见一线曙光了？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浪声？所谓的宽辽城，来，一冒着一夜的炮火，依然挺刃在招展，在我金雕上，金雕宝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啊！脏啊嘛，你平平平平，美国英国军也来给咱拍啊，什么咱也来开发。怕到早上，咱的国旗还在嘞，吼，你看哦，啊，你看，伊这嘛是自主要，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每一个国家拢要强调伊自由，即、這个吼、哦、有自由，啊，所以吼、哦，恁老好朋友是有音乐的吼，赶紧拜托恁做，啊，这要这，敢那较少啊，愈低愈好啦，吼、哦。哦，这条是台入属，我不爱讲。啊，这条，基督教的这样举手，我看麦基督教的。哦，来，那基督教应该要唱到这条吧？台湾翠青，这条20档了呢，拢用作台湾国歌来唱哈。朋友山海边，哈、哦，这条哈、哦，啊。来，杨志伟，坐下来唱一道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最亲。可能无人要唱，无人，我想我不爱唱。这个作者吼、哦，是咱台湾伫世界上著名的一个作者。何作将？嘿，还无够名啦，世界上的好个小泰人。萧泰然，捌听无？哦，这台湾人呢？啊，伫世界上，这萧泰然去伫美国，哦，耶，这大家看到萧泰然，拢讲哦，这世界上有名的迄个作曲家，哦，伊是作曲家，啊，曲做了好，啊，但是这歌词歹了哈，啊，这歌词是一个震耳欲牧师做的，啊，我甲讲啊，你做这歌词歹，这条袂当做国歌。我是怎样讲呢？我简单讲给你听哦。我伊讲我气啊，伊讲是怎样个安尼？我讲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最亲。足歹唱啦，嘿，足歹唱啦。他无讲啊，好啦，啊起来，结束响亮，结束好听嘛，吼，哦。我是记者在讲啊，哎，唱会好听，哎，响亮，啊，青，啊，咦，啊，什么啥的，啊，不好听哈，哎，足歹唱呢，这条歌是足出名的，但是歹唱。这个小泰人，你们一坐伫遮，一进去轮椅坐伫遮呢，一年半前来登来找我，伊是我的先，伊走我三期嘛。长荣中学，我即摆做长荣中学校友会总会长，伊登来学校啊看我，我讲诶、欸、老哥啊，啊你唔得过来做一条吼，这条歹了吼，是不是？这样，伊讲，可是伊讲他现在没有办法了，伊身体就歹啊。伊这是硬登来台湾看，这1年半前，他现在回到美国，在洛杉矶进出加护病房，所以身体就歹，伊无法度，伊甲我讲伊无法度，我咧拜托伊，迄个伊说啥？
我叫萧大人大师返校是，这十月一年半前嘛吼，10月23号，2012，阿姨都讲伊无法度来，我咧甲拜托讲，哦，咱呐有朋友，啊有捌的人有迄个知影，或者音乐的知识，咱先去甲拜托，啊，互伊偷偷啊去做，偷偷啊去想吼。台湾国歌的损失就是讲，这个自由这个就要紧了哈。啊来，啊加一句英语 ，Commonwealth。恁听到联邦邦联，恁有想到啥 ？Commonwealth， 咱别日啦吼，上届进步是做到，看日本是变邦联呢，日本一个，啊，咱台湾一国，啊，拢是邦联，啊，顶面一个天皇呢，吼，别日也是安尼呢，吼，会当变做国家未？较慢嘞，要对偌慢？叫咱迄个咱国际法律，咱一法律一直读来读来读，会当成立国家未？未当啦，未当啦。除非安那日本天皇秋色牙管管讲啊，放你去啊！要这个机会真少啦。哦，可能日本天皇可能未放啦。哦，啊，真正放你去啦。哦，捡到变作啊，无是上好是到邦联，看日本一国。啊，咱台湾一国哦，来，那是英国啊，英国哈，耶，英国伊安那呢？伊是大英国协，伊54个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呢。哦，英国，你看英国啊，加拿大，迄个纽西兰、澳洲，我足侪拢是属英国的大英国协内底的邦联的之一的。啊，咱别日那是干哪干的啊？做一个邦联，澳大利亚啦，你看因达维龙嘛，纽西兰啊，来，迄个因的国歌的代志，我只甲各位拜托过啦吼，恁赶紧，然后朋友啊，偷偷做，偷偷做，通咱今天无真正国歌，拢用爱出来一支戏来做临时国歌哦，啊来。咱逐摆开会大声爱讲一个咱的主张，啊，咱的立场，两个主张，两个立场。我今天要大家做会过来读一摆，哦，做会过来读一摆。要用北京话读也好，要用台湾话读也好。台湾的民政府有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是啥？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第一个立场是无使用暴力还是武力，和各种方法和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无配合。哦，这大家各位委员啊，你拢会当到时就是拢去拜去对，就是变你上大个啦呢。你是政务官呢，你都爱个主持，所以你再等于小可大家小可读嘞哈。小可读，有一日你念咪会用着啦哈。有时你真正念也够，念也够，真正念也够哈。所以这篇爱等于个读读嘞哈。好来，好，我要写这些嘞。台湾南靖哦，南靖民政府有分一个事务局，啊一个政治局，哦啊我是简单用出来给恁看了哈。嘿，要排去的所在才有够侪人的，有够少人的。啊，所在有够多啦！来，比如讲，哦，要派去故宫博物院，还是讲要派去那个内政事务所，要派去，来，派你去，啊，你家一个去，啊，保证你一礼拜用扛顿来。熟悉的啊，你去是政务官，啊，下骹遐公务人员拢压低嘞呢，拢压低嘞呢，哎，啊，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啥，啊，我知咱的班长也足厉害，讲。恁都爱带你的换贴的去啦，有影？你的好朋友，啊，你的换贴的，叫伊跟来受训，看你会当做伙去
去派去这个所在。哎，这个这这，我特派秘书长来讲，我特派会议就是安尼啦。嘿，我真人都拢无够，四千个嘛派无够啦，啊，咱进卡差不多三千名啦吼，来点招的卡差不多三千名啦。啊，不要那派，伊这人明仔载要去争第一会议是我，唔是恁啦。我派无人当出去啦吼，啊，所以赶紧你的吼，你的好朋友，啊是你的亲信的，换贴的。是咪先？赶紧来受训，受训了，伊若受训了，佮等走了，你就会当甲你的名啊，含即几个啊，你卖的人个名，甲结做伙，中央就会甲你通知。啊，你讲啊，我即几个要做伙，安尼，啊会当派你去对，吼、哦，用安尼啦。啊，无啦，该派去啊，你唔免一礼拜更正来。用啊，来，这互你签啊，你甲签签来，哇，这违法，欠杀。真正是安尼嘞，你茫讲假嘞，啊，你若有一半下讲家己的吼，家己的迄个知己的讲，来参考一下，看这到底啊，大家逐个来讲啊，可以，啊可以就甲签嘞，吼、哦，啊管得掉。咱其实做事务政务官呢，哎呀，事务官拢遐低嘞呢，吼、哦，咱嘞，讲来我听看卖嘞，啊，咱两个做伙听，咱有道理，安尼 OK， 甲准嘞，吼、哦，要紧啦吼。我用这个出来的目的是要拜托各位讲吼。我人无够当派，啊！恁都爱赶紧受训了，啊，点招了，我叫你的好朋友，当做伙派出去啦，吼、哦，做伙派出去，这真正要紧的所在。你看足多呢，内阁什么人事考勤啦，什么后生省啦，后生省就是卫生署啦，吼、哦，啊，农林水产啦，什么啥啦，法务省足多，有够多啦，有够多啦，啊，啊，搁政治局嘞，吼、哦，搁政治局，哦，足多位爱派。咱政治局、事务局，你要结束啊啦！即摆安那呢？要实在派去，咱即中央政府伫三月二十，吼、哦，咱也有看官网，你知影三月二十，然后阮有会议了，正式讲要分做啥物事，要将政治局甲事务局拍开去，分落去各单位啦，吼、哦。来，这张是吼、哦，三月二十。今日到啊，五日前当阮停好的一个，即卖八日啊，台湾民政府接管政管了的机构啦，吼、哦，即个伫咱的迄个网站内底有啦，吼、哦，咱的网站，你看，即卖吼，迄、那个 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嘛，吼、哦，啊下骹甲主席团七个，吼、哦，啊对，啊来分做几个呢？即、這个咱普通是。参议院、众议院、啊，含司法院三个单位吼、哦，来这司法院、众议院，吼、哦，这是迄个立法啊，这司法啊，这个行政，台湾内阁，啊，搁一个国安参谋，头啊拢爱靠国安参谋出去含伊接收啊，吼、哦，啊，所以那迄个较少年的，差不多五十岁以下的吼、哦，我来派去这个单，派去这。派去这个国安参谋联席会议，加本部啦、发展委员会啦、中央银行转型正义，现在或者足侪机构啦吼，和少年来去拼。啊，咱这那六十以上的吼，过来这边做迄个牙棒出来。真正就是牙棒出来。啊，你来家己实力有够啊，啊无够你来招两个啊，吼、哦，牙棒出来，啊你看，较袂塑料唔掉伊啦，连叫更长来吼、哦。我一直咧强调，拜托各位，啊，我嘛啊你虽然咧。半斤少半下来讲，你若无招你的好朋友来吼，派出去念伊念伊，我看念伊好念伊好势啊，念伊好势啊，吼、哦、啊、哦！所以即摆即以后政治局事务局都无去啦，拢要派落去啦哦。啊，所以恁即摆等伊了，中央招来甲恁发，但是中央直接会发通知互恁，来要表互你填嘛，你要爱对的，即个你要照即个表，吼、哦，你是那必须就是讲加吼。哦，迄、那个五十岁以下的来这个参谋本部啦，这人拢差不多啦。啊，这个内阁政府吼、哦，较有会啦吼。咱、哦、这个，我是了，我都要退啊嘛，因为我嘛七十四岁啊咧吼，嘛是都爱退啊，啊，都少年人去拼安尼吼。我是伫这个期间咧甲推动，我本来退休了啊，都拢内营啦咧，啊，唔知影讲两三当前讲。福建就讲，
这个可能唯一台湾有救就这个而已啦。哎、欸，真正呢，真正呢，我已经做演哦，做演员过到偌得意的迄个退休生活嘞，哦，哎、欸，我飙船啦、啊，我有游艇啦、啊，出去飙船啦、啊，我是熟啦、啊，啊，迄、那个我载阮孙啊，我负责阮孙啊吼、哦，上下课拢我咧载，哦，啊，这两科，我拢逐摆叫个开玩笑讲，他们两个吃我道道，阿公，我要骑马，哎、啊，乖乖啊。啊，当然就是啊，阿公啊，欢喜甘愿的啊，你要安那？哎、欸，乖乖啊，就骑马哦，骑马安尼啦吼。哦，啊，几两冬外前，我去对美国朋友寄我，我讲这个代志，什么什么了？啊，无较早五年前要退休的时阵，乡长吴先生有走来找我啊，啊，讲哎，我这卫生部长要你做，侯先生部长要做你，我讲哎，是嘞，老乡原谅，我没有办法，我警告他。迄、那个因在咧选举啦吼，啊啥？啊我毋是国民党员，啊毋是民进党员，啊毋是，我拢无参加党啊。啊建来咧，啊变啊，是谢中天咧选着个。来，庄院长，你去遐吼替我徛一场啊。啊，啥物啥啊？队咧无人，你带几十个去队去队啊？你我啊，但是啊，咱当时是出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吼，啊着好拼拼，啊这样拼拼咧。哦啊，我逐当着带队去日内瓦呢，我去六当呢。伊都日内瓦要创啥？抗议要加入纳米要做个代志啊！哦，啊，我即摆甲秘书长讲，哎、欸，拢嘛厉害，你也无要较早甲即理论甲讲来，是我去六了六七当地啊，底下咧总咧总个，那知影说，因为台湾不是国家，你都根本就袂当加入嘛，哎，甲当面抗议个，无效，即摆知影讲起拢假，啊，像讲联合国促进会。特登落去纽约要加入联合国，敢有可能？啊，你又不是国家，你要哪加入啦？哈，是什么？哦，我拄仔才来讲的，来，这，你要讲两天哦，人较袂惊。你讲吼，军事占领吼，都要有两个单位要成立，一个军政府，战胜国的军队所成立的；，啊，一个是民政府，战败国的人民哦。咱是战败国的人民所成立哦。那从中东战争之后，伊拉克有美国的军政府及伊拉克的民政府。现在伊拉克民政府是伊拉克人呢。啊，你知影当时伊拉克有几个民政府无？百外个。啊，但是要安怎建？美国军政府啊，就是你，你这个民政府来执政。安尼个呢？伊拉克是安尼呢？大家拢要成立民政府。你知影马英九嘛要成立民政府，你敢知影？啊？吼、哦，伊嘛是要成立民政府，伊伫九零年代伊去起啊呐，迄个起啊，就是要做因的民政府呢。哎、欸，伊知影，伊国际法律伊知影，还知影，还讲哦，我若做民政府，啊，美国指定我，空想梦想，台湾民政府伫美国，啊就，咱的林志坚博士，林志坚，我讲你可有够牛？告一个告嘞吼，到时迄判决落来，军政府要指导，一定你林志坚，啊，咱队都无唔对啊嘞吼，一定是这个啦。虽然那个两百三百，规个咱进政府哦，咱家已经拖六个政府啊啦，拖六个台湾民政府啦，拖六个啊。哎，我要跟你讲，我拖出去，啊，安尼吼，所以你要怎样对？对这赌就无唔对啊啦，吼、哦！因为到时军政府一定会指定这个，伫美国就给咱成立的这个，吼、哦！你咱知影吼、哦，这个啊，佮讲这个有军政府的关系，人较袂惊啦。啊，无有诶，大家要来讲，吼、哦！你死囡仔，你佮走去啊，甚物啥，佮去吼，要用掠去死啊啦！啥真正，别对面有民政府哈。哦，我咧讲迄个应该有礼拜多。美国军政府啦，美国从战时因为美国军政府 USMG 甲台湾民政府 TCE 哦，即安尼 TCE 就是台湾民政府 ，USMG 就是美国军政府 ，US 就是美国嘛 ，IMG 就是 Military Government 军政府哈。哦啊，我拄仔就讲过了，你看，因当时来，这个应该是被占领的战败国的台湾人民所组成的啊，无啦。以上有战胜国的中国人所组成的民政府啊，
啊，迄违反国际法啦，吼，哦，伊迄违反国际法做咧啦。好、哦、来，即个国会知影一下吼，即民进党，民进党即个国语吼，即、這个国语足惨。1999五月十九，民进党特别改第二次全国公投，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敢是有蒙牌？你有看过无？比南京中山林跳一块蒙牌条，都死啊！世界上都无中华民国啊嘞吼！啊，伊嘛是咧，啊，伊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呢。啊，伊也是中国国民党，啊，拢相像中国啦吼！咱若有读过学历，咱就知影迄拢无下啦吼！啊，你看蔡英文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鬼拍着，咱敢要死人咧做伙？台湾确实迄个中华民国咧，唔是啊！中华民国伫世界上无去安尼。恁若会晓拍电脑的人，你电脑把开开伫 Google， 啊，你甲拍 AIT 吼、哦，要入去签证，啊拍咧，较找嘛无中华民国 ROC， 敢若有台湾有 China 吼、哦，中迄、那个 ROC 伫美国的诶里顶的内底没有去啦呢，无去啦啦吼，诶、哦欸、没有去啦。好、哦，好、啊、了。讲要去，咱就回迄个菲律宾叫下去，要出去啊呐！大家讲个多话，讲大家不爱笑笑你。你乖乖来美国国旗挂咧，去个呀，后下人唔敢甲你啊呐，去说一阵啊，转来。你看，哦，这阿欧是上大只的军舰呢，记得见呢。来，这支啦，这支恁看，这支就是伊也咧笑笑啦，讲诶、欸，啊，我即摆第二任的总统要搁做啦吼，啊，我来用这类吼，啊我。就是有那政人民政府，啊！你现在美国来，你来，好啊！民政府阁继续统治，吼、哦，会使继续统治未？未当啊！吼、哦，咱有读两条法律，吼、哦，哎，吼、哦，这咱拢知啊，这个判决。好来，我这，因为咱是拢受高级班的受过了，吼、哦，啊，所以有一个足多人咧问我讲，这个美国，咱高这是高等法院判决，啊，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吼、哦，最高法院的判决。甲咱判啥？美国的最高法院普通的判法有两种，吼、哦，一种是那会成的啦吼，一种啊，一种是无合理的吼，伊、哦、就改美国叫做 reject 拒绝，吼、哦、reject， 啊那无 reject 的，吼、哦、无拒绝的，变作两行这个判法，一个叫做 grant， 吼、哦、petition grant， 就是准 petition grant 是当差不多100件呢。啊，咱是属 petition deny， 哦，搁置啊，啊，大家人想讲，哎、欸，啊，可以去甲咱 deny， 甲咱否决，有哪会使犯着否决？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是 grant 跟 deny， 啊，咱是，啊，若甲咱判迄个 grant 落来哦，咱走路啦，咱啊进啊无人啦，咱随走路呢？哎、欸，来，你跟台湾政府来接，你接谁倒去？你接我哥嘞？你也无半项组织，也无半项啥？你要接啥？哦，好个，再甲咱 petition deadline， 等到咱人员用好势，甲美国讲，哎、欸，我准备好了，你爱你迄个 petition grant， 这爱判我判落来，哦，这样的话，各位知影，人咧讲啊，恁那 deadline， 这被否决掉 ，no。That is not 火劫哈，来，给你哈，这个 petition deny 啊，跟 petition grant， 哦，啊来，来咱进台湾的是剩四分钟了哈，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地位？啊，还是来，我用这个跟各位看一下哈。伊这足侪条啦，我要写的，我要看的，看的吼，哦，咱这拢知影嘛？这迄个鲍威尔，伫迄个北京的迄个记者会有讲这嘛吼，讲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是享有主权，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啥？哦，这是伫迄、那个，即摆伊无叫咱是，伊无叫因啦，唔是叫咱，叫中华民国，即摆无叫 ROC， 叫啥？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哎，台湾 authority， 用这台湾 authority 在称呼，称呼伊中华民国无去啊嘛，伊第二日内底无去啦，啊，所以用这啦哈、
好啦，啊，这中华台北，咱都唔是什么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反正都唔对，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吼，这咱拢读过啦吼，复习一下尔啦吼。我要介绍这个查某，这个，哦，这个美国的卫生服务部长，吼，Catherine， 啊，这个人伫两当前伫迄个日内瓦。我迄个富的迄个日内瓦迄个啦，迄个甲世界各国讲咧，讲来，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权力的地位。恁家政经拢无，干那阮美国，干那恁爸会当讲尔啦，恁拢袂哦，唔是查某伊讲，恁祖妈会当讲尔吼，哎，恁祖妈会当讲台湾是啥物地位啊？哦，是台湾是啥地位？无，伊无讲个，是我美国占领的所在啊。Scopus Treaty 伫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写讲占领个啦，吼，哎，哦，啊，所以你知影说 WHO 跟 WHA 的关系 ，WHO 是迄个组织 ，O 是 Organization，A 是 Assembly 开会，每当伫迄个 WHO 开一班会五月，每当个五月第二礼拜。因只了，迄、那个礼拜开会，哦，啊，就是开 WHA， 若讲哎呀，是啊，什么叫做 WHA， 什么叫做 WHA， 说写写伫遮，我讲，恁若要资料吼，我讲袂了啊，恁若要资料吼，恁摕 USB 机啊，甲，这拢公开查啦吼，大家拢会记啊，会当记，无，你来对遮去摕，等下拜托伊，你甲查落，我遮资料拢总互你吼，哦，这迄个联合国咧开会的所在，啊，这要甲你啊，我都无记得你阿去吼，阿张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啦吼，第一版的哦，中国时报跟中华时报，因为时间无够啦吼，跟各位安尼分享啦吼，甲拜托就是件代志，恁赶紧也要做政务官，要夜班出啦，你的换贴的，你的好朋友，你的亲戚五十六十朋友八十一百拢无紧，紧叫伊来受训吼，受训。啊，通含你做伙排出去，这是今仔我伫受训的中间，甲各位拜托的所在啦，吼，哦，啊，随身碟机啊，甲用得好，吼，哦，不是，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困十分钟。